农历春节，家家户户采买大量年货，准备丰盛佳肴来欢庆新的一年。而近年食安问题更是国人相当关注的议题。为了满足全体国民对食品安全的期望，落实食安五环政策，由环保署成立的毒物及化学物质局从源头把关，防止非食品添加物化学物质流入食品供应链。化学局局长表示，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跨部会的合作，贯彻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的精神。像年货比较常会购买的就是一些南北杂货，金针跟竹笋的部分，我们就建议消费者把它打开来闻看看。那闻起来如果有刺鼻味，可能就是不新鲜。那我们手去摸的时候呢，如果它比较偏软，或者是有点湿湿黏黏的，可能会有问题。因为香菇有很多种类，那在台湾菇部分，我们建议客人可以闻看看，因为台湾菇会有比较独特的香气，那也是看看它的软硬度，所以我们建议用大品牌的会比较好。为了让食物有更好的卖相，可能会有一些不孝业者非法的添加，让食物呢呈现比较鲜艳，这些食物其实都不宜选购。在选购前闻一下它的气味是不是有异常，看一下它的食品标示。那如果说呢是散装食品的话，你也注意一下它的袋装上面是不是有品名，还有原产地及日期。那另外，如果说您是选购生鲜肉品，则是选择的是有 CS 标章，还有屠宰卫生合格证明的这样的产品，好为优先。在食品事件中有牵涉到这些非法的添加物，像是在蛋黄中间有用到苏丹红，然后在汤圆中用到玫瑰红 B 的这些色素，以及在润饼中间用到吊白块。当你要使用这些食品添加物的话，第一个你要确认它是有10天字号的，第二个呢，你要去了解任何一种食品添加物呢，它在使用的范围跟使用的用量上面是有受到法律规范的。我们针对一个食品添加物会有一个联合稽查，来查核食品添加物的安全性。那针对年节稽查的部分呢，我们特别将环保署公告具食安风险的物质纳入稽查抽验，抽验违规的一个部分呢，我们会依法处办。那再加强跨部会署的一个通报合作机制，我们会通报给环保署，那针对源头来加强管理以及防堵违规产品在后市场流通贩售。除了积极跨部会合作之外，毒物及化学物质局也针对化工原料贩售业者，透过辅导访查及教育宣导活动，落实化学物质四要管理。首先是要落实分区储存，再来在化工原料外包装上标示明确，并要求业者为消费者尽到用途告知义务。最后需贯彻流向记录，同时能证明贩卖并避免食安风险的发生。基本上呢，我们就站在业者的角度来思考哈。如果业者他们在贩售过程当中发生购买者违法的添加的话，那对这些化工原料行来说，也会造成他们这个商誉上的损失啦。所以我们站在这种贩售风险的角度来跟业者沟通啊，希望业者也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哦来思考。最近，这个毒安法在12月立法院也三读通过，我们有增列一个关注化学物质。那这个关注化学物质就是它没有达到毒化物的程度，可是呢又有那个疑虑，我们就会来把它公告。我们是希望说将来，尤其在毒安法已经三读通过了哈，在扩大列管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在原来的这几项工作的基础之下，再持续去做，把增加它的量能。反映在我们源头控管的主要的目的。无论是源头控管、跨部会整合，或是法规修正，化学局坚持每道细节，并依照国际化学品管理策略方针与国际管理制度接轨，未来将持续强化化学物质管理，积极为台湾民众的食安守护。毒不入口，食在安心。环保署化学局，祝大家。亥时春入户，诸岁喜盈门。